哇，好多！你现在你怎么样？一个窟窿准备攻击你了，他射你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只拿一块，四根骨头，感觉还不错了。嗯？那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哪个？就那个彩虹六号。彩虹频道吗？有一个缺点，只有一个缺点。是吗？不能刷装备。他不是给你刷装，他不是啊，他是要刷那个点数，然后你要用那个点数去那个去升你的那种枪啊和那个东西，不算刷装备，算升级嘛。他如果出现一个什么金枪版本的散弹枪啊？那个屁！你这刷装备刷个屁呀！啊，你人家打个仗还刷装，人家是在是吗？是消灭恐怖分子的，还是在刷装备的？你说，这个恐怖分子有几率会掉雷电网是吧？靠，轻机枪，那感觉还不错啊！你看那个盾牌兵，那个、感觉什么英雄之盾之类的。那盾牌兵很强啊，他打盾牌可以无伤哦，那盾超强，那个盾牌，爽爽的呢。是啊。那是骑士啊，人家帕拉丁，嗯，繁殖下牛稍微有点小麦，富裕一点。对，恋爱模式。到了。没事啊，帮我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不用帮了。你要不要在那边做个护栏啊？免得被打下去。哎，我怎么躺床上去？我去看一下。护栏吗 ？OK。我去看。有石头吗？护栏家里有一堆了。有哪里有？把房内的发现有僵尸，靠！发现僵尸在我们的蘑菇房里头。大宝呢？我觉得我们需要穿牛皮衣啊。我们牛不够，哪来牛皮衣啊？哎，他们刚才听说什么预定会送测试版啊？嗯，预定的话会给那个 early access beta 的 early access。那什么时候可以预定啊？还是你们已经可以预定了？美服已经可以预定了，欧服还不可以。我感觉台服的 beta 是直接下载就可以的呢。没有可能。我感觉啊，因为台服根本没有预定这种东西啊。说不定就没有贝塔呢，台服就没给，就不给你贝塔，说不定不是吗？对啊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反正他就算不给我贝塔，我还是会买。这里会出怪怎么办？我们出怪问题要稍微解决一下。跟蜡烛咯，不行啊，蘑菇房不能插蜡烛啊。但呀呀呀呀呀！
周围这边中仙人掌啊。嗯，干啥呀？出就出吧。换个仙人掌。出就出，就让他出呗，反正他也出不来。我们把这边再用门隔起来就行。汤姆克兰西，双层防护啊，不能放了。灯，你瞧，双层防护，你看，安全门这是。赶快白皮去买一个彩虹六号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那我感觉我玩那个可能可能玩个一两次就不会再上线了。那你至少可以退货嘛。买错了，我操，挺好，挺好的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儿，真是。我已经做了四五次啊，我觉得他不会再给我机会，知道吗？他不会给我机会了。我用了1800多块玩到了5000到7000块的游戏啊。妈的，当初使命召唤就不应该预定他，他妈早点早被我退货。那时候你跟史汀两个人不是还蛮想玩的？不是啊，那不是，其实我一开始不想玩他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不打算玩他，但问题是那段时间不是没有什么游戏嘛，就是那段时间就没什么游戏啊，等 Fallout 等好长时间了，然后 Fallout 一直又不出，就老就等又差那么几天就要出 Fallout 的感觉很不爽的样子，你知道？然后就买的《绝神时刻》，然后就预定的《绝神时刻》，然后一玩，我靠，粪 gay！你们还没开始玩就开始骂了，粪 gay 啊！我靠，哎，他都真的很坑啊！你说，尤其Steam那个是我见过最坑的啦。他买实体碟竟然还需要另外下载主程，下载剧情模式，啊个屁！所以他的实体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就一个僵尸模式啊，就一个僵尸模式和多人和那个多人叫什么多人对战、啊、就没了。咋了？对啊，粪 gay 啊！这我第一次见到蓝光是这么卖的、啊，靠！这个四个都下位了，这个四个都下位了，我还打圆针了。哦，太强了！他是回归三 G 的爆破啊，无视肉质的嘞。哎，他天命有说什么时候会出那个吗？出什么？没说，他只是说暂时现在正在研究当中，研讨当中。研讨？对啊。你他妈一个游戏出了三个月，你跟我说研讨？对啊，正在讨论当中。你还跟我讨论啊？就像原来上个月说我们这个什么的，下个啊十一月底我们会看 Challenge Mode， 然后就变成了12月初。靠！我缺你老木啊 ，Challenge Mode。Challenge Mode 出的意义就是加快游戏死亡。差不多啊，你如果这个月的那个挑战模式都解的话。加快游戏死亡，大概也就差不多320帧了吧。恋爱模式，320还不可能吧？我现在猎人是317，术士316了，泰坦315，
小僵尸扛，还是小僵尸，操！这里破个洞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里头有一个火把。应该说是不会有僵尸的，可是还是出僵尸的。我在这边再铺点，再放点火把下去。这里的门吗？他怎么爆炸？你可以打了，你的关键开出来了，真五星的嘞，开了，要帮你打吗？也是要帮我弟打一下龙哦。OK， 那个我也是自己打过的，可是因为你现在下到他是恶，太恶魔了。你有陷阱吗？嗯，就是带一些陷阱，然后我把陷阱都带满了。关键任务啊！他就把你窗户关起来了。嗯，啊，找错地方，好诡异。嗯，我这个落穴，我没有麻穴。你现在防多少东西？哇、哦！打过，而且那个人打人跑了，那个人打人跑了。而且今天就默默把那个上位都解了。对啊，撤水了。可是现在还是有琉璃歌姬耶，对啊，就是他跟那个阎歌龙合出来的。他不一开始像个智障一样在那边游来游去的，
你知道防多少啊？610。打那个那什么李猛化的那个任务，我在找什么钓鱼的点。好，试水了。对啊，这好像不能钓它。他没生气啊，对啊，没有没有，有两个人帮我，只是有一只是猫。我靠，这铁三号中的有点痛。好啊，鸡。你先躲起来，我会看外面那一套。他在喷了，不要这样，他在喷水，喷完了。他可以捕获吗？
亚空间，你还记得？马来西亚，白看了。要捕获吗？还是直接杀他？送死了，五分钟的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，不要那么快啊！干我哥，我跟我弟超强的啊！这叫怎样？想当年，我连机会都两个字解放模式解放一个东西，这是要干嘛来着啊？你这个门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哪个门啊？这怎么有三个门啊？双重保险呢，不让僵尸跑出来，知道吗？单重罗生门是吧？是的。大蛇丸啊，大蛇丸的招式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港服昨天不出那个火影忍者？试玩吗？贝塔吗？也不算贝塔吧，试玩吗？出了吗？出了。那我要下团。妈的，你玩了之后你就想删他？啊？分 gay 呢？不是分 gay 的问题，我不懂他这个试玩是怎么设计的。你说一般试玩啦、啊，你要把这个难度不要调太高，你他妈上来就是那个火影，就第一任火影叫啥的？就用木盾那个。柱间啊，对，用柱间对对这个，对对这个叫什么呢？宇智波斑嘛，妈操！整个游戏上来那个斑就一直放大招把你弄死，我他妈我还不知道怎么控制，他就开始一直撸把我直接撸死了，操！妈的，还不知道怎么控制，我还不知道按键位置，我还不知道按这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时候，我在看按键，他妈那个宇智波斑直接上来把你啊。
他们有什么教学模式吗？没有啊，上来就直接开打，上来就是妈的，你不插，你插了耳机之后啊，那手柄还在那冒声啊，你知道吗？就蛋疼死了，就没有什么开始游戏什么，就是按键之后就直接进去开始打，然后上来之后就直接就是一代火影对这个班，然后那个连按键什么都没有跳出来，就是不知道跳出来了，他会在旁边列一排就是按键告你是怎么用，但问题是一般来说像这种游戏都是说会自动暂停对吧，然后你看一下什么键干什么用嘛，他没有，我操，我还在那搓键呢，该怎么用招的时候他妈的那个班直接就把我撸到半血，操，直接就把我撸到半血，问题是那个僵直时间还超长，就你一倒地啊，那时间还超长，然后你还放不出技能来了，他就可以把你撸个半死，然后直接就死了，靠！妈，然后直接就闪了，靠，分给，妈的！主要我在想这个试玩，你这个试玩是告诉你这个游戏有多难玩，还是什么意思吗？没有，他在还原说班宇智波班的强度就是如此啊。不是、啊，如果说你是那种像什么第一关听中，我也有很多游戏不是第一关就会出一种老 boss 啊，你就是打不死那种的嘛，不是有嘛？那我讲还是不是就这个概念？我感觉一开始刚什么，就是刚上手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我操，这边没连几下人就快死了。我想是不是就难道说就打不过，然后开始进入正规剧情慢慢玩、啊，他妈直接就死了之后呢，重新开始，你妹操！当然啦、啊，你要想想啊，你的对手是宇智波斑哎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要杀他还不容易啊！删，叫我们按住 Option 键，然后删除城市，他就死了。人家是宇智波斑啊，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始祖啊？什么是血轮眼吗？同宿的始祖啊？也不算同宿吧？要怎么讲？人家是第一个开启轮回眼的人，轮回眼的人啊。有吗？他是第一个开启轮回眼的吗？对啊，如果不是本身按照这个六道上的说法，不是就是叫什么呢？就应该是什么呢？这个一个是不办，不是什么六道不有两个儿子吗？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不是一个就宇智波家吗？对啊，一个是那个谁嘛？一个是仙术的，一个是同术。对啊，一个不就是显轮眼、一个不就是显轮眼吗？对啊，那另外一个也不是显轮眼，另外一个也不是轮回眼，也是。另外一个是那个、啊，就是仙术查克拉。哦，那轮回眼他们哪来的？操！轮回眼不是天生的就有的吗？轮回眼嘛，千钩玉啊，不是啊，就是写轮眼的机制啊。不是、啊，像那个呢？那个佩恩呢？佩恩哦，佩恩的眼睛是颁给他的、哦。是吗？颁给他的，他不是从小就有吗？他不是？没有，他那个是颁给他，就是计划好了，就对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把眼睛给弄上去了。哦、骗他的是吧？你天生就有轮回眼哦。骗他，让他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啊！你天生就有轮回眼哦，就这个意思吗？对啊。就说我这边有三门武林绝学是不？那个班就这个雕像他，那是我给你的、啊，你的废物。反正火影就完结，没什么看的。雏田最棒啦！那雏田到那个备战里头画的跟大妈一样的，我靠！就是大妈才好啊！你就喜欢大妈了？大妈疯啊！